名模白欣蕙一身闪亮洋装现身恩师洪伟明的庆生派对，而昨晚他才出席绯闻好友蓝正龙的电影首映，似乎还有些念念不忘。我看完了电影，我觉得蓝正龙非常吸引人啊，非常，所以大家狂吃啊，对，所以大家赶快进戏院看电哪吒，因为蓝正龙全裸哎。我还没有跟他聊到这个哎，因为后来他们都去庆功宴了嘛。到场艺人无不精心打扮，不过向来帅气的陈晓东却显得有些朴素。没有，因为今天我是纯粹是开完会，然后有个朋友是说，这边好像有个餐厅，就说一起吃饭吧。我也没想到是公开场。哎呦，我应该早知道应该去烫头发什么的。虽然没有特别盛装，不过陈晓东的迷人风采依旧无人能敌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